那咱们开始啊。八月秋风阵阵凉，一场薄露一场霜。小严生单打独根草，挂的匾甩子在荞麦梗儿上。也书接前文，学徒志志诚诚为这七仙女儿啊。书接上文，学说这段评书大闹大明府。上一回呢，学说的是这第七讲，这回呢说这第八回。上一回书很精彩，古上早时迁，途中呢二舅的卢俊义没有救成，上梁山搬兵啊，把梁山给轰下来了，寻死觅活也没死成，把梁山轰下来，屠狱李衮。这李衮呢跟这一块救也没救成，俩人跑了。这个卢员外呢说是要把他呀押解到东京汴梁，皇帝要御审，亲自审的。可是半道上呢，这个老则高俅想起来了，怕这半道上半路途中有变呢，派这手底下的大将大刀将方成拦住了押解的这个官员，给他拦回去了。急先锋索超半道上回去，回到大名府就地问斩。梁山的众英雄啊，虽然把古上早石谦啊给弄回去给轰下去了，可是他们也犯合计，你说怎么平白无故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呢？无风不起浪，没有这个事儿，凭空捏造啊。卢员外叫人家给捉了，罪名是什么呢？私通水泊梁山。虽然我们是想让卢员外啊跟我们上梁山上入伙来，可是呢卢员外人不来呀，人家是员外爷富可敌国的大财主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人家瞧不上我们梁山的人呢，这是有人陷害呀。这个消息你说我是信呢是不信？当然还得信。为什么呀？不得不防。这时候呢就要派出人去侦查侦查，撒出了几路人马，有去东京汴梁的，有在半路上到大名府的，去侦查消息去。然后呢就要派一个人呢去主要的去勘察勘察。这个时候谁想去啊？青面兽杨志主动请缨，说我原来在大名府当过差，大名府我熟悉，我愿前往。他刚说完这个呢，朝天王晁盖，托塔天王晁盖头一把金交椅，他说行你去吧。话音刚一落，黑旋风李逵站出来了，某家愿王啊，他也要去。俩人就在这聚义大厅差点动了手，这兵器都亮出来了。在众家兄弟的解劝之下呀，这是没打起来。后来呢就让这个黑旋风李逵去了。这就得说到什么呢？梁山泊的这个规矩，虽然都是聚义的兄弟，有远有近，青面兽杨志他们这一类人属于归顺派，像李逵像朝天王他们这个属于原始派，这就属于原始股啊，这属于原始股，还是有偏有向。让李逵去，谁跟着李逵去呢？军师吴用。因为李逵这人五大三粗啊，是一个粗人，粗鲁人，大家伙不放心，军师跟他去。军师跟李逵约法三章，头一条，你得把你这一脸的络腮胡子刮了，李逵的胡子扎里扎扎呀，海下一步黑钢然，犹如钢针恰似铁线，
你得把你的胡子刮了。李逵，嗯，还得把胡子刮了，没刮过胡子呀，这胡子多硬，拿着刀狠刮。南他非得去呀，在山上待着腻了，就惦着下去宰几个人去。刮二一个不准说话，扮作一个小书童的模样。李逵，哎，行了。不说话就不说话，只要你能让我下山玩玩去，放松一下，用咱现在的话，放松一下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应允了。三一条，不许你喝酒。这条啊，可算是要了李逵的命。为什么呀？李逵那是顿顿不能离开酒啊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这是梁山的规矩啊。好汉为什么梁山聚义去？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李逵，行，我全都应允了。军师吴用呢，改扮成了一个老道的模样，算命的先生，道符都穿在身上。李逵呢，把这两把斧子放在两个书箱里面，趁着军师不知道呢，弄了两个酒毒篓藏在里面，趁他不注意啊，半道上偷着喝。哎，准备好了，第二天，朝天王率领着众家弟兄，把他们送到了金沙滩之前。军师吴用和朝天王耳语了几句，这两个人是非常的相好，非常好的弟兄，耳语了几句，两个人面对面笑了一下，哈哈，从此拜别，两个人就上了路了。路过了郓城县，这个呀是军师吴用的家乡。吴用啊跟这个李逵说，别忙，我呀要到这郓城县李员外家去一趟。这李员外是什么人呢？李员外是当地的一个富户，家里趁点钱，过去吴用年轻的时候啊，在李员外家教私塾。李员外有一个女儿，过去有钱人家这个女儿啊是可以学文化的，连一般的这个妇女啊都得是干活啊，没有识字的，有钱人家这个女的可以上学识字。前几日啊，这个李员外写来了一封书信，说他这个女儿啊结婚了，正好呢军师吴用路过此地前来道喜。两个人啊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李员外家的大门口，本来是道喜的呀，欢天喜地，张灯结彩的好事啊。一看门口，呵，挂着大红的灯笼，贴着大红的喜字，可是往里面一听，不是喜庆的气氛，鬼哭狼嚎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啊。哎，军师这就纳闷了，这是为何呀？喜庆之事都得是欢天喜地、普天同庆的事儿啊，怎么鬼哭狼嚎的呀？就进来了，找到了李员外。只见李员外手提着一口钢刀，要杀自己的女儿。军师吴用赶忙拦下了李员外，这是为何呀？本来李员外应该跟他寒暄几句啊，对不对？老没见面了，你又告诉人家我女儿结婚，人家是来道贺的呀。没有，这个不孝之女，我要手刃于她。手刃什么意思？我要亲手宰了她，手刃于她。军师吴用赶忙给他拦下了，你等一等，你把这事原原本本的给我讲一遍。这个时候李员外呀也有几分啊冷静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毕竟啊这个吴用大老远来的，人家是道喜来的，而且一看后边这个李逵呀，他有点含糊了，虽然没有这一脸络腮胡子扎里扎沙呀，这黑大个儿五的三粗的，这俩眼一瞪，渗人的，这玩意儿这又有点含糊了，站那儿也不是滋味，索性啊喊来管家搬两把椅子来，搬了两把椅子分宾主落座，
李员外原原本本的把这事儿讲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头一天呢，正日子，李员外的这个姑娘李氏女出嫁的正日子，吹吹打打，呵，好多的聘礼呀、啊，把这个姑娘欢天喜地的就送到了婆家，非常的好。怎料想第二日清早，这个如意的郎君，就是他这个女婿啊，早晨一大早把这女儿给送回来了，而且扬言我要退婚。这李员外就不干了，为什么要退婚呢？你们这八字也合，我们这聘礼送的也不少，而且咱这也算门当户对，为什么要退婚呢？你女儿不检点。朋友们，在中国的古代，这是女人最大的罪过。你说这女人不会做饭，不会生孩子，这都是次要的，这女人不检点，这是最大的罪过。李员外一听这就不干了，你胡说，我们家门庭啊，也是辈辈出英贤的一个家风啊，而且小女也是从小受过教育，也是读过圣贤之书孔孟之道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女呢？你可有证据？说到这儿啊，他那个女婿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证据，证据就在门外，来人呐，把证据抬上来。不多时啊，来了几个两个手下人，抬过一个大箱子来，把这大箱子打开一看，李员外是目瞪口呆呀，箱子里面出来了一个男人。他女婿说了，这个人就是那个奸夫。这人扑腾腾就跪倒了地挨臣，啊，是我跟你家小姐早就有爱慕之情，就这个爱慕之情很多年了，早就有爱慕之情许多年了，前一日我和你家小姐在绣楼相会，怎奈怎奈何呀，怎奈有丫鬟前来叫门，小姐无奈将我锁入了这箱子之中。后来不料想箱子当作陪嫁送到了婆婆家，就把这奸夫送到了婆婆家。这女婿一听这个还活得了吗？刚娶媳妇儿娶了一天，这绿帽子这就戴上了，我要求退婚。李员外在证据面前也是哑口无言呐，人家掌握了证据了，没办法呀，怎么办？我是大户人家要脸要面子的员外，竟然如此，苍啷啷拿出了宝刀，我要宰了我的亲生女儿，还我一家清白的声誉。说完了这一套话，军师吴用一听，他表示怀疑，为什么呀？他教这个李员外的女儿啊很多年，从小就教他私塾，三字经啊，百家姓啊，千字文啊，什么上论语下论语，教了很多圣贤之书。有那么句话吗？七岁看大，十岁看老啊。这小孩什么样，基本上从小你就能感觉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看那科技大学，虽然上大学你就知道以后怎么发展，这个差不多。国家栋梁之才啊！谢谢您。这就能发现的差不多。他表示怀疑这件事儿，李员外，这件事儿您交给我，我定还小女一个宫女，定还小女一个宫女，你先别着急，把刀先放下。
他来到了后院小姐的闺阁之中，梆梆梆一叫门，当然他不能推门就进了，毕竟人家是小姐。丫鬟把门开开了，认识啊，这吴用这是老师啊，先生，小姐何处？小姐在屋里呢，我进去瞧瞧。丫鬟回来禀报了小姐，这都是规矩。丫鬟回来禀报了小姐，吴先生来了。小姐赶忙走到门前，深施一礼，道了一个万福，先生。吴先生一看这小姐，虽说只有一日，满面的愁容，身心俱疲呀。就这一日，有的时候，朋友们。有一件事突然间，你看这人欢天喜地，一个突然的打击，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心理压力大，突然间一夜之间头发白了，满脸的愁容，吴用看在心里啊，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啊，他也难过呀。看到这里，吴用断定这肯定不是小姐的过错。吴用说，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此事啊？小姐，学生冤枉，你看知书达理很简单，学生冤枉。吴用和小姐耳语了几句，又回到了前厅。来到前厅，找到了那个从柜子里面蹦出来这个人，就是所谓的那个奸夫啊。你说你和小姐相交许多年，甚好，正是好。下面我把小姐请出来，请你指认一番，要让这个奸夫指认小姐一番。不多时，两个丫鬟搀着一个小姐模样的人从后院的闺阁之中出来，只见这个小姐模样的人两眼带泪，满脸的愁容。这个奸夫一见此人，上前施礼：“哎呀，我的小姐，你受苦了。”吴用闻听此言，上前一个箭步，踏，就把这个奸夫给踹一边去了。为什么呀？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小姐，三个人都是丫鬟。这个人是吴用告诉小姐，找一丫鬟乔装改扮，换上小姐的衣服。吴用想，这人肯定不认识小姐，这是一个道人，小偷。踹完了他以后，把他押过来，从实招来。这人一看没办法，就从实的说：“我呀是一个小偷，上小姐的闺房之中偷东西去了。打开这箱子一看，这箱子里都是金银细软，正要偷的时候，外面丫鬟进来了。我一看没地儿藏，没地儿躲，就躲到箱子里了。丫鬟一听箱子里有动静啊，以为啊是猫是什么的，拍了拍箱子呀，一听没动静了，就拿这锁头啊把这箱子锁上了。锁上之后我出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这第二天呢，过嫁妆，就把这箱子连我一块儿送到人婆婆家了。这婆婆还财迷，刚送过去就把这箱子打开了，打开一翻开盖一看，没看见金银财宝，看见我了。我怎么解释呢？我就编了一套谎话，我说我是小姐的情人。这件事情真相大白了，还了李家小姐一个清白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乘龙快婿，哎呀，扫了一个大红脸，冤枉的小姐扑通通跪倒在地挨臣，给吴用深施了一个礼：“哎呀，先生啊，先生，多亏你还给了我夫人一个清白。”又过来给他的老丈人老泰山行了个礼：“泰山，我错怪你家小姐了，我有罪呀，有罪。”
李员外呢倒是很通情达理，哎呀，只要你二人能够相安无事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他呢又给小姐深施了一个礼，夫妻从此呢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。李员外也很高兴啊，一是小女的沉冤昭雪，二一则呢吴用来了，嘿，准备打牌宴宴啊，好酒好菜准备招待这俩人。李逵很高兴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一顿，心里话军事杠上不能说话呀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乐，他这一乐呀，军师吴用瞪了他一眼，心说想喝酒啊，哼，没门。吴用啊抱拳拱手啊，李员外，我呀还有重任在肩，不能在你这里长期的久留，就此拜别。拜别之前呢拿出了两锭黄金交给了李员外，用咱现在的话说吧，这就是份子钱啊，我给小女随个份子。说罢呢转身而走，给李逵气的呀差点没蹦起来。什么，这酒都摆在桌子上了，愣没喝上。没办法啊，这军师说话就跟圣旨一样啊，他怕他。走吧，扛着书箱走。这一路之上啊，李逵可真是受了苦了。为什么受了苦了呢？刚开始出来这两天半还凑合，你趁着这军师找个什么树根后头啊，荒郊野岭上个厕所呀，他偷偷的能喝两口酒。可他这酒量太大，你咱喝个二两晕晕乎乎的差不离，他不行啊，他喝酒啊得论斤，三斤五斤的就跟咱喝瓶矿泉水一样，那他不顶事儿。那一个酒葫芦能装多少酒啊，有一天半全喝完了。哎呀，走在路上就犯了愁了，我说没有酒怎么办，上了瘾了。平时打尖吃饭呢光吃饭不喝酒，看见别人喝酒给李逵馋的，哎呦，我你这哎呀，还不敢说话呀。行至在路上啊是早出晚归，昼伏夜出啊，他走的呀特别早，住店住的还特别晚。为什么得赶路啊？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就接到了线报，临出这个水泊梁山的时候有探马来报，说他们一干人等啊都回到了大明府，他们就奔大明府走。走在半路之上，这天气也热呀，这李逵呀、啊、肉大深沉跟我似的，四脖子汗流啊，哎呀，扛着这书箱。军师吴用倒好一点啊，手里拿着一个扇子啊，很悠闲的这么走，他的后面扛着这书箱。您肉大深沉再没酒喝还不让说话，他受得了吗？实在憋不住了，他来了这么一句，我说军师哥哥，咱不能找地儿歇会儿吗？说完了他后悔了，告诉他不让说话赶紧找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您不让说话我把这句话收回来啊。可是这话都说回来了，说完这句啊扑哧给军师吴用逗乐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他一看四下无人的，好好坐下歇会儿，坐下歇会儿。这个李逵一看坐那歇会儿，我说军师哥哥，咱不能找一个店家好好的痛饮几杯，咱大口的吃点肉不行吗？我这老肠子老肚子我这都空着呢。军师说，哎呀，此地呀、啊、不是吃饭之地，咱们得赶紧赶到大明府去，因为不知道卢员外现在生死怎么样了，这帮奸人是当时就宰了还是过些日子宰，咱全不知道，咱得到了大明府
看一看到底形势如何，咱踏实住了再说。哎呀，这个李逵这个烦，哎呀，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军师哥哥，你我早知道我就不跟你来了。我这句话呀，把军师吴用惹恼了。你这泼皮，如果不行，滚了回去。李逵心说，滚了回去，我这好容易我都动了斧子我才跟你出来的，我滚了回去，我不得让人笑话死。既来之则安之吧，我就跟你，那行了，就算死也值得，我跟着你吧。扛着书箱，俩人接着走了，来到了大名府的城门外。军师吴用四下观瞧一看，呵，这大名府跟往日就不一样，戒备森严。平时啊，看城门的就有两个兵丁，今天一边五个。密不森严，进出城之人都要搜查。军师吴用一看，看来这就夹着小心了。他们两个人非常仔细地进入到了大名府，穿大街越小巷，观察当地的地形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可是没有打尖住店的意思。这个时候呢，天呢就快要黑下来了。李逵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走了一天了，什么也没吃，什么也没喝呀，就光走路了，这衣服都塌透了。李逵实在受不了了，把这书箱往地下一扔，咣当，怎么着，他罢工不干。军师吴用一看，他罢工了，明白是怎么回事啊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街市以上，你看虽然是行走之行人，但是多数都是大名府的官军，要不就是留守司梁中书派来的差人，此地不可久留。他想说呀，可又不敢说话呀。哎呀，这心里想话，可憋死我了。没办法呀，扛着书箱接着往前走，穿大街过小巷，又走了一会儿，突然间，军师吴用说：“咱就进这家客店吧。”嘿，说了这句话呀，给这李逵美的呀，好嘛，鲜花怒放啊，差点老军师亲一口。当然那时候没有这礼节呀。俩人进了店房，军师吴用定睛一看，店房里面掌柜的、跑堂的、各个吃饭的客官，大多数也都是差人扮作的，有埋伏，此地也不可久留。简单的点了一些差饭，吃了几口，他告诉李逵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咱们得出城。李逵，好容易到了大名府，还没看见大名府什么模样，怎么就出城呢？咱在城里找个地儿住去，咱侦查一下，还没看明白怎么就跑呢？这他不能说话呀，只能用眼睛交流。那意思，我吴用也明白这意思，冲他一摆手，李逵背着书箱，俩人又出来了。走在街市以上，有这走路的行人，他们就问一问，这个附近哪有安观寺院呢？安观寺院哪有？人说呀，大名府西门外20里有一个盘松岭，盘松岭有一个飞龙观。好，就上那儿，找着西门外，走出20里，到了盘松岭。到了盘松岭，吴军师一看，呵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吴用啊，虽然他名字叫吴用，但是这个人可有用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这是一个军事奇才呀。如果要救卢俊义，
梁山派下兵来驻扎在此地，此地是易守难攻，可以作为他们一个后方的根据地。好，来到了这个飞龙观，一看这个飞龙观也不简单，非常漂亮啊，这个地儿也好。轻轻的叩打了一下门环，只听得滋溜一声，门开了，打里面出来了一个小老道，一个道人的打扮，身穿着僧袍，脑袋上扎着一个发巾。哎，这个小老道长得是鹤，贼眉鼠目。小老道说：“无量佛，有何事啊？”吴用啊上前说：“我们是路过，想在您这儿找一间柴房吃一顿斋饭。”小老道要看着吴用啊，就让他进去了。可是往后一打量，这个李逵噔噔噔往后退了两步。为什么呀？这李逵的模样长得太吓人了，他不敢让他进。小老道手：“无量佛，我们这里香火很旺，柴房都住满了，没有地方住了。”啊，这不行。吴用啊已经看出小老道这意思了，一看啊，他看李逵这眼神，上前一步拦住了他这眼神。哈哈哈哈，道兄，您不知道，这个人呢是我的兄弟，一直这李逵是我的兄弟，从小啊患有疾病，他不会说话。我母亲呢从小许下心愿，凡是遇到这个安观寺院，我们必要到里边去烧香拜佛，吃一顿斋饭，请您行一个方便。我们呢也不会说这个白在您这儿吃住，我们一定多给香火钱。说着话呀，拿出来一两银子，就递给了这个小老道。一般出家人都不爱财呀，这个小老道也如是，接过银子就揣兜里了。这还纳闷呢，哎呀，这李逵一看，这出家人不爱财呀，就冲这一条，我就恨不得宰了他。这李逵气的呀，把这俩人让进来，来到了西跨院，找了这么一间小柴房。嚯，这间房子呀，有门没窗户，现安那个窗户，现给糊的窗户纸，哎呀，现打扫，也没有这个床，拿两个门板现给治。呵，打来了一盆洗脸水，让他们俩洗洗脸。一会儿呢，又给他端来了一点柴饭。说是什么柴饭？呵，四个窝头，一盆这个小米粥，还有一碟子呀白菜炒的这个冻豆腐。给这李逵气的呀，因为在这个一路之上啊，这个吴军师啊没事跟他说说话呀还行，他不能说话，吴军师跟他说话呀还有个听呢。这回啊，吴军师想跟他开个玩笑。怎么跟开玩笑呢？小老道走了以后，把门关上了，俩人洗完脸以后，吴军师往那儿一坐，李逵也往那儿一坐，瞅着这个饭，看看吴军师，那意思就这个咱能吃吗？在梁山上咱是怎么吃啊？大口的吃肉，大碗的喝酒，这咱能咽得下去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吴军师呢就跟他比划，什么意思呢？赶紧吃。李逵一看，嚯，您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了，都敢手语了，赶紧吃。你别看李逵是个粗鲁人呢，他也有心细的地儿，他也好诙谐，也好礼节。他跟军师来了这么一个动作，给军师弄迷糊了。军师不明白什么意思呀？李逵兄弟，你做的这动作是什么意思？嘿嘿，连这都不知道，
我说的意思是就吃冻豆腐啊。给军师气的啊，就吃冻豆腐。哎呀，李逵他吃不了这个呀。军师一看你不吃我吃，嘿，军师你看有福能享，有苦也能吃，他吃的还真香，一口窝头，一口菜，一口小米粥，他吃的香。李逵一看这个，你吃你的，推门他出去了。他出去干嘛去了？找小老道去了。找小老道干嘛呀？要酒喝。他琢磨着这个道观里面就像小老道那样参财的人肯定有酒，他不能说话呀，跟你小老道比划。给小老道吓一哆嗦。喂，怎么意思？怎么意思？小老道其实明白，哦，他肯定是不想喝小米粥，想喝酒，故意的装不明白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这个石哑九聋，不会说话的人好多都听不见。小老道从他一进门的时候就留他神了。他跟这吴用对话的时候，从这个李逵的眼神里能反映出来，他听得见，所以觉得他是装的。他也跟着捣乱。李逵这越比划越不管的，小老道最后干脆呀、啊，他也不比划了，背着手啊，在那装听不懂，一会儿就指指柴房里的吴用，那意思让柴房里头那个人出来说你要什么。李逵能喊吗？吴用不让他喝酒啊，不能喊他呀。不是，李逵这一着急啊，我要，说出字儿来了，我要。刚一说我要啊，吴用噔噔噔两个箭步就出来了，哎，给他给拦住了。吴用这脑子是好用啊，这手拦着李逵的嘴，这嘴就张开跟那小老道说上话，啊，道兄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遇到的一个神医，前几日我遇到的一个神医拿针灸给我这个兄弟扎了几针，现在能蹦几个字儿的，什么我要啊，我吃啊，都能说了。哎呀，真是神医呀，啊，把这事儿给圆回去了。给李逵啊拉到了这个柴房之后关上门，你这个泼皮，你这厮怎么回事啊？你又找人要什么去了？甭问了，肯定是要酒去了。李逵这个气，他分明知道我要什么，那酒师不给我呀。李逵是没带斧子，带着斧子呀，得给那小老道剁成肉酱，汆丸子吃。气的，一看没办法啊，躺那睡觉吧。李逵这平时饭量多大呀，一吃肉就得好几十斤，好几十斤的，一二十斤怎么吃，一喝酒几大坛子几大坛子，今儿这饭可好，半碗小锅头，那甭说塞牙缝呢，那补牙都不够啊，那个躺那儿，哎呀他饿怎么办呢，嘿嘿，我呀我出去偷着找点吃的去吧。他呀不傻，赶上了，他先在那躺着，哎，装睡。他憋着呀，这个吴用军师睡着了，敲门敲的呀，开开了门，他溜出来了。溜到这个大院里头一听啊，四处非常的静，只有松涛之声。因为这个他这种清静的道观呐、寺院呐，一到了晚上是非常的清静，清静无为嘛。那就非常的静，都黑着灯，这哪有酒喝呀，没有。他住的这是一个西跨院，往前走，往前走就是正殿，正殿就供着这些佛像的地儿，这地儿肯定也没有。再往前走，往前走就来到了东跨院。到了这个东跨院，有一个小月亮门，来到这月亮门，八头往里一瞅，见里边这个东屋
有一个微微的灯光。李逵一想，哼哼，这里面有人。提鼻子一闻，有一种淡淡的米酒香。嗯，这肯定有人喝酒啊。他蹑足潜踪，就来到了窗根底下，睁一眼闭一眼往里一看，不是旁人，正是那个开门的小老道，在里面自斟自饮。眼前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面有四盘菜，两壶酒。嘿，小老道，八字儿，一口酒，吃了一口菜，呵，给李逵气的，给我们吃窝头，冻豆腐，你在这儿自斟自饮，真是气杀我也呀！正气着呢，突然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铃铛响，李逵吓了一跳，嗯，我被人发现了是怎么着？可是呢，突然间这个小老道站起来，没往外走，往里间屋里走。他往帘一撂，他进了里间屋了。李逵心说：“哦，他进里间屋了，嘿，干脆我也进去了。”他不是冲那小老道去的。他冲那酒去的呀，馋死他了，好几天没喝酒了。推开了这双扇门，他进这屋了。进这屋没管别的，拿起那两壶酒，吨吨吨吨吨吨，一扬脖就进去了。那个够他喝的吗？还没尝出咸淡味儿来，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，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，没了。这菜可是一口都没动。哎呀，这不够啊！可是呢，要不您别喝，要不就喝够了，就怕这似与不似之间把这馋虫勾上来了。哎呀，这没有了，这哎呀，连一滴的都没了，咋那么干净呢？这我得找啊，没有。就在找的这个过程中，李逵突然间想到了，嗯，那个小老道上哪儿去了？半天可没从屋里出来了。哎，他喝多了，上屋里睡睡着了。嘿，干脆我上屋里给他掐死。对，就这主意。一挑帘就进了里屋了。进了里屋一看呢，屋里没人。李逵这时候就想了，啊，怎么没人呢？他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不是顺着窗户跑出来，绕过来从后面袭击我，想逮住我，他发现我了。不对呀，因为他看这个窗户啊没有打开的痕迹。后来转眼珠一想，我想明白了，他呀不是人呐，他是鬼。哼，跟我上演聊斋的故事。说聊斋的我都拍死了，演聊斋的照样拍死你，什么鬼我都不怕你。哦，说到这儿他一想，也不对呀，这小老道上哪儿去了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得找他呀。找的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找这人，他找酒啊，馋得很啊，得问他哪有酒，藏哪儿了。在这屋里找，他觉得这个床上是不是有暗道，把这床上褥子都翻开，没有。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里屋啊道教有这老君像，老君像啊飘下来一个黄袋子，无意间呢，李逵碰到了这根黄带，只见这个老君像往上一卷，露出了两道门。李逵一看，哦，这还有暗门，这瞒不了我，俺懂得这，在梁山的时候，军师哥哥上课教给过我们，这叫暗门。李逵非常小心地推开了这两道门，里面有一道暗道，暗道的深处
透出了微微的光芒。李逵一看，往里走，非常小心的往里面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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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往里走，走到了深处，有一道帘子，帘子里面是一间屋子。李逵站到了帘子边上，顺着这个缝隙往里边看，只见里面有两个人，一僧一道。这个道人不是刚才开门的那个老道，有60岁上下的年纪。这个老道长得是红头发，这个道袍穿的也是非常的讲究。那个僧人长得是一字眉，两个眼睛如果没有眼眶子挡着，掉到脚面上能把脚面砸折了，就这么大的眼睛。身上的那件佛家穿的衣服，补丁罗补丁，补丁有1尺多厚。哎呀，太破了！这个人是谁呀？此人就是生铁佛。两个人正在那儿推杯换盏，师兄师弟来喝，正喝着酒呢。这个时候呢，又过来一个人给他们斟酒布菜。这个人就是刚才给李逵他们开门的那个小老道。这小老道一边斟着酒，一边跟他们说着话。说什么呢？就介绍李逵啊跟这个吴用的情况。唉，刚才来了一个算命的人跟着一个书童。这个算命的这个人呢看起来还不错，可这书童一看呢，嘿，一看就是个假书童，这人一看就像个山贼。李逵一听这话，这气呀，哼，你敢说我是山贼，我看你还像响马呢。李逵想冲进去一掌拍死他，后来一想，别，听见他还说什么。我把他们安排到西华院那个柴房里了啊，这个像山贼的这人还找我要酒喝，他肯定是嫌那小米粥不好喝，找我要酒喝，跟我比划。我其实看明白了，我就是装不明白。哦，他这个老道的师傅呢还不住的点头，一边喝着酒一边点着头。师傅，我是这么想，刚昨天咱不已经迷倒了俩了吗？俩羊也是赶，四个羊也是放，干脆咱把这俩一会儿拿那个熏香给他熏倒了就完了。李逵听到这儿，要拿熏香熏我们。李逵这时候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呀？他是出来喝酒来的，没拿家伙事儿出来，应该把那两个板斧拿着，这时候冲进去就把他们都收拾了。没拿，李逵呀，不是这么鲁莽。人山里都说李逵你就是个莽撞人，其实不是这么鲁莽。他一想，嘿嘿，这回啊我也干点细心的事儿，我先甭冲进去，我往回退，退到了柴房里面，我跟我军师哥哥商量完了以后，拿了我的兵刃，我再收拾你们来。说到此处啊，他就往后退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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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退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，刚要转身走，就听见门口这面还有一间小阁屋，这阁屋里传出了这个声音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咱俩相互的拿嘴把这个绳子咬开怎么样？这个功夫有个名字，这叫二马啃槽。就听那个说了，要啃你自个儿啃，我可不啃。这俩人是谁呀？一个是古上早时迁，一个就是飞天大圣李衮。这俩人怎么也上这儿来了呢？他们的情况一样啊，就在那个密林深处，这不是跟人打了一仗，没打过，俩人跑了吗？跑俩人合计，你说这我们怎么办呢？还得去救去呀。左等这几个押解的官兵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一扫听他们又回了大名府了。石谦就想了，他们为什么回了大名府了？
难道咱俩人把他们给吓着了？石家庄这么琢磨，就他那武艺能吓着人家吗？其实是人家送来信儿了，大名府就地正法。石仙儿跟李衮一商量，咱俩上大名府，大名府找他们去。俩人啊来到大名府，卢军师说那话真不错呀，全城戒严，哪里都用现代话说，哪里都是便衣呀。这怎么办呢？石仙想啊，咱们别在城里待了，咱上城外面找一个安官寺院，哎，这地儿清静，跑也得跑，待也得待。石仙这个人呢，那个古上早啊，这么大能耐，大江大浪都走过，嘿，上这儿完了，翻了船了，在这飞龙观里翻了船了。梆梆梆一叫门，也是这小老道开的门，把俩人让到了柴房里头，都没喝酒，倒了一壶茶水，茶水里头有这迷魂药，俩人一人一杯茶，跟人都喝下去，嘿，叫人捆绑上了。呵，俩人捆在这儿，石仙这个气呀，你说说我啊，玩了一辈子鹰，让鹰这回把羊给牵了，哎呀，兄弟兄弟，你赶紧给我咬开，我然后再给你咬开。不行，英雄好汉不干这下九流之事。哼，怎么叫下九流之事呢？得，你不给我咬，我给你咬。石仙儿要给这李衮咬开，您咬的时候您看着点咬啊，康昌这一口好没咬着绳子，咬着李衮手指头了，给李衮疼，哎呦呵，你看着点儿，咬着我手指头了。李衮站在门外头听了个满耳朵呀，李衮都觉得可乐呀，给李衮逗乐了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李衮笑了。李衮一乐完了，他想起来了，坏了，我这一笑他里面不就听见了吗？石谦听见了，里面生铁佛他们也听见了，坏了。李衮意识到形势不好，怎么办呢？李衮赶紧就冲到石谦他们这屋了，蹭一把给石谦拽起来了，一撸这绳子给石谦解开了。您那个把石谦放地下多好呢，他没有，啪一把给石谦扔地下了。那石谦瘦小枯干的，您扔他受得了吗？啪一下，哎呦，是摔死我了，给石谦摔在地下了。李衮磨头往外边就跑，石谦赶紧把李衮这就解开了，给李衮解开完了，俩人也往外跑。可是他们跑归跑，石谦啊跑出这儿以后没往前走，站在这门后头等着。里面一僧一道也往外，一僧一道，老道往外跑，和尚可没往外跑。这邱飞龙老道提着宝剑，他跑出来了。石谦一看，嗯，怎么就跑出来个老道，那个和尚怎么没跑出来呢？哎呀，这可不好！哎呀，兄弟，李衮兄弟，你陪着哥哥，咱杀个回马枪，你陪我进去一趟。这个李衮呢一想，你好容易解开绳子，好容易跑出来，你还回去干嘛？哎呀，我的壶在里头呢。什么壶在里头呢？书中暗表，刚才呀，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李衮看见这个屋里啊没有点灯，没有点灯怎么能看见这些个东西呢？怎么能看见这屋里能有亮呢？桌子上放着一把酒壶，这把酒壶是一个龙形，壶嘴是龙头，壶尾，这个壶的尾巴，这是那个龙尾，壶身上有两颗珠，一颗避火珠，一颗避水珠。冬天拿这个壶喝酒，酒是温的，夏天拿这个壶喝酒，跟冰镇的一样。宝壶，八宝紫金夜光壶，这是石仙偷来的。哎呀，壶在里头呢，
李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兄弟你跟我壮壮胆儿，跟我进去吧，咱一定得进去，快。俩人啊二反投堂又杀回来了，杀回到李间屋，这么一看呢，嘿，和尚跟酒壶都没了。这和尚生铁佛啊跑这儿干嘛来了？他不在东京汴梁吗？他现在是大国师啊，皇上最信任的和尚啊，大护法师啊，皇上亲封的，他跑这儿干嘛来了？石仙他们一行人大闹了东京汴梁，这又往回说了啊，大闹了东京汴梁府，惊了圣驾，圣铁佛背着皇上背到了太玉府里，皇上很感激啊，给了金牌一道，然后他在皇上面前讨的旨，100天的期限捉住盗壶的人，古上早石仙。因为石仙盗壶的时候啊写了一个字条，说自己是梁山好汉古上早，给人留了个条。这一开始啊圣铁佛就不怕他了，为什么呀？您这个有字好就好办，就跟咱买东西一样，您比如说我买双阿迪达斯的鞋，我在专卖店里买双鞋不怕穿坏了，他有店面有字好，穿坏了我找你换，这是我在你这儿买的，发票什么我全都全，我全有，你给我退了。我在街边上我买了双鞋是便宜，坏了没地儿退，为什么？你找不着人。圣铁佛呢还真没拿这梁山好汉们当回事儿，没放在眼里头。因为当时宋朝有四大怪杰，圣铁佛崔道成是其中之一，能耐很大，没拿梁山这帮人当回事儿。他在这个江湖当中也认识好多人，撒住人马这扫听，这梁山有个好汉叫古上早，他的想法是什么呀？找着梁山这头朝天王，要不你把这个古上早给我交出来，把这壶给我交出来，两拉倒，要不然我就打到你梁山，你说吧，咱是文的是武的吧。扫就完了，结果梁山坡根本就没有这号人，圣铁佛这就犯了难了。为什么犯了难了呢？你要是有这人，你这阿迪达斯我在阿迪达斯那儿买的，我好退去，我街边的买的，我上哪儿退去呀？我找不着这人呢。凡是那个大人物一般都是折在小苍蝇的身上，翻开中国的历史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生铁佛非常的懊恼啊，整天是茶饭不思，闷闷不乐呀。这时候大刀将方成说，师傅嗨，你也甭往心里去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呀，这不太玉下了手谕让我上大明府送趟信儿去，就地问斩卢俊义父子，这样你跟我去一趟，沿路之上呢你来散散心，各州城府县呢你也看一看各地的名胜，是不是散散心也好。圣铁佛一考虑，那好吧，我也算散散心，可是呢他是一个出家的僧人，人家呢出去都是行军的队伍，他走在行军的队列里不好看，人家在头里走，他在后面跟着，就是跟到了这片密松林以后，他就发现了古上早石迁了。圣铁佛看见古上早以后，那是分外的眼红啊，就这么上去一掌就拍死他，就跟捏臭虫似的捏死他，就这么恨他。心里头一看见这个古上早，说不出来的一个滋味，是高兴的，是兴奋的，是恨呢，反正说不出来这么一个滋味。可是又一想，哎，这得稳住了，拿他壶在不在他身上，他到底下一步要干啥，稳住了拿贼没动的。石谦呢这么大能耐也没有发现生铁佛跟着他，跟来跟去跟去跟来，就跟到了盘松岭，就跟到了这个道观这儿了。生铁佛定睛一看，哦，飞龙
老兄就在这儿啊，邱飞龙就在这儿，我找他去吧。用蒙汗药啊，把这个石迁药倒了之后，生铁佛这个恨，我真想手刃了你。我那，哎，又一想，用不着。为什么呀？胡我拿到手了。再者说，回到大明府，卢俊义开刀问斩之后，我把你押解回东京汴梁，交给太尉高俅，高俅必定重重有赏。皇上也恨你石迁儿，你盗走的这国宝啊！他打定的是这个。正喝着酒的时候，就听见李逵那儿哈哈哈哈，跟惊天霹雳打雷似的。他跟这个老道邱飞龙说：“道兄，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呀？这和尚哪儿都好，结巴。不要害怕，甭说他三五十个人，三五百我也能对付。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老道一听这话呀，心里可有了底了。为什么呀？人家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，金牌的红人，皇上赏过金牌呀，对不对？皇上派他来的，这是有面子的人，我相信他，拿刀就出去了。他拿刀出去了，和尚没去，他前脚刚一走，和尚把那后窗户推开，拿着那壶蹭蹦跑了。他倒不是怕那几个人，他怕什么呀？他怕再横生出事端来，再找这么好寻壶的机会可找不着了，他跑了。这邱飞龙来到了前院，可就跟黑旋风李逵打到了一块儿。这黑旋风李逵憋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酒喝，也不让说话。今儿喝好，我可有发挥的机会了。这两把斧子就抡开了，黑旋风就跟那龙卷风一样，就把这邱飞龙卷到里头，都看不见人了，就卷开了。古上岛石迁儿跟着这个李衮来到了里头，哎呀，胡，我的胡！李衮这还纳闷呢，石迁儿哥哥，您说您这不赶紧往外跑，您老在这喊什么胡啊？哎呀，兄弟，你不知道，那可是真正的宝贝呀！什么宝贝呀？哎呀，那是一件国宝，我是怕给你看的，你找我要。这李衮一听，这石迁这都什么人性啊，我天天跟你出生入死的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刚说到这儿，开门的那个小老道从旁边过来了，拿着一把钢刀，这就惦着刺李衮。李衮多好的身手啊，蹭蹦蹦出了圈外，拿着他那个大棍啪一下子就把这小老道打翻在地了。小老道刚要起来，古上岛石迁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这儿，冲着他的左肋下拿那小钢刀，噗，叫你那身手看刀吧，噗，给这小老道囊死了，还显摆呢，兄弟，你看哥哥这刀法怎么样？给李衮气的，我说我这打得好好的，你这不占便宜，没你这样。俩人打完了小老道出来吧，出来一看，嚯，李逵跟这邱飞龙打得真热，俩人打了有十几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负。李衮一看不能让这兄弟吃亏呀，我得上去帮帮忙去，蹭蹦他也加入了战斗了，嚯，俩打一个也打起来了。石迁这时候也反省过来了，胡没了，嘿，我就拿这小老道我就开刀了，他也要加入战斗，他拿这把小破钢刀，他那武艺大伙知道啊不怎么样，拿着小破钢刀啊对准了那个老道，我今天呢给你一刀吧，他这刀法还真准，噗，这一刀啊正好扎在邱飞龙那腿肚子上，给邱飞龙疼的，呵，这是什么刀法呀？这是，哎呦，蹭蹦蹦
圈外。邱飞龙蹦出了圈外，还找呢。他找谁呀？他找生铁佛。生铁佛说：“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”找了半天没找着生铁佛，哎呀，他心灰意冷，人心隔肚皮呀。说的好好的，你先走，我后面我帮你去。他跑了。哎，这个道兄也是不能信任的，怎么办呢？还得靠自己。这位问了，他发了这么半天的愣，李逵怎么不上来打他呢？嘿，这功夫啊，李逵跟李衮打起来了。你说这热闹不热闹？为什么李逵跟李衮又打起来了呢？李逵呀，他叫黑旋风李逵呀，他还有个外号叫铁牛。这个牛大伙都知道，牛这个脾气硬，他心说了，我这打得好好的，谁让你帮我忙来的？其实他好心好意帮他忙嘛，谁让你帮我忙来的？哎，他跟李衮打起来了。幸亏呀，这个李衮身手还真不错，要不然非得让李逵劈死在那儿。俩人打起来了。邱飞龙一看生铁佛跑了，我三十六计走为上吧，我也跑。电子鸣叫，蹭就蹦到院墙上。他刚要跑，李逵定睛一瞧，你要跑啊，他使了一个绝招，口念阿里克姑，给他来了一飞刀，就把这斧子哗就给飞出去了，就跟那结巴似的阿里克姑。这人邱飞龙啊，他没有注意呀、啊、因为使斧的这人啊，斧子不能离手，他不知道有这么一手。李逵这斧子是八八六十四式，这个是李逵发明第六十五式，他不知道斧子不能离手，蹭大斧子就过来了，蹭蹦连着邱飞龙啊带着斧子一块儿就落到院墙下头去了。这个时候军师吴用也过来了，赶紧把这俩人拉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。石谦啊，因为去水泊梁山的时候太紧张了，没有看清楚谁是谁，他不认识军师吴用和这个李逵。可是军师吴用呢知道石谦。军师吴用说，你们到这儿是为了什么呀？你说这句话呀，给这古上早石谦啊伤心事给勾起来了。上这儿干什么？都怪那该死的水泊梁山，什么英雄聚会之地，全都是酒囊饭袋。我在那东京汴梁盗来了国宝八宝紫金夜光壶，实想献到梁山给众英雄们每人斟两杯酒喝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敢喝呀，啊，连皇上的酒壶都不敢用，这算得上什么英雄？再说那天王晁盖，算得上什么天王？他就是饭桶。再说那军师吴用，那一听那名字简直就没用，当得上什么军师？就这一帮饭桶们，别说请我上梁山，就是以后用龙驹凤辇请我八八六十四人台，其实他没弄明白，这八八六十四人台是死人用的，八八六十四人台请我都不再上梁山了，一会儿我就追上那生铁佛，我一掌拍死他，我把那八宝紫金夜光壶我拿回来，我成立十千国，李衮兄弟你敢保着我吗？飞天将李衮说，我呀，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，给这几个人逗的是哈哈大笑啊。李逵赶紧把这斧子拿过来，还要和这俩人再撕吧撕吧。军师吴用啊又拉开了，李逵兄弟你怎么能这样，不要动不要动。吴用啊又过来跟石谦说，哎呀，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，早说早说，我跟谁去说呀，啊，这些话我能跟谁说呀？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都怪我们有眼不识金镶玉了。这样，我代表朝天王哥哥给你赔个不是。朝天王哥哥，你是何人？我乃军师吴用。石谦一听这句，扑腾腾就跪。
跪倒在狄仁山，哎呀，金石哥子，刚才我都是发烧烧迷糊了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马上就改了口了。军师哈哈大笑，哎呀，石谦兄弟，你这嘴是太能说了，哈哈哈哈。几个兄弟相互引荐完了之后，军师吴用说，咱们赶紧撤离此地，稍后官兵就至。这是为何呀？生铁佛能去哪儿？肯定到大名府留守司去啊，一会儿官兵就得来。依着李逵啊，什么想法？把这地烧了就完了。军师吴用说，不行，这就得留着他。为什么留着他呀？梁山下来人，这能当个拘留之所。好，把这个刚才那小老道宰着小老道啊抬过来，找了地儿给埋了，然后又四处的搜查了一下，还有一些老道呢四散奔逃就跑了，搜出了一些金银细软。石谦啊手法身法都不错，又找到了一个地印子，从这个地印子里面啊又搜着了十几个二十几个良家的妇女，这都是这老道啊平时抢来的良家妇女准备自己享用的，把这个金银细软呢分给了这些良家妇女，把他们都遣散了，然后把这门一关，他们都撤出来了。前脚刚一走，后脚官兵就到了，就这么快，都是大名府留守司的官兵来这儿扑空啊，一人也没有，那他们在这吹什么清风啊，对不对？贴上两张封条，哇，他们也走了。他们走了以后，军师吴用带着这几个人上哪儿了？这个地儿叫十三里。十三里是什么地儿啊？这是一地名，这是他下山之前跟朝天王定好的计策。咱在十三里等，已经下来的两拨人啊，朝天王派的人，哎，十三里在那儿等，戴宗啊，这个杨雄啊，他们已经来了，拼命三郎石秀他们都已经到了。他派这个戴宗啊，给朝天王写了一封信，又给发回去了。这几个人坐着商量，咱们应该去探一探大名府的情况，应该怎么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呢，拼命三郎石秀说了，哥哥，我在大名府里认识一个人，大名府尹的三班都头我认识，我能找他去。这个人叫一枝花蔡庆，跟我是好朋友，我找到他能了解一些情况，而且有好多事儿能让他办。兄弟，现在的大名府可不同以往，你此去可要小心。哥哥您放心，这个事您交给我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说罢此言，拼命三郎石秀就来到了大名府。石秀这人长得漂亮，在水泊梁山的记载里面，除了这个浪子燕青啊，他算长得好的，而且他这人讲究吃讲究穿，穿得跟一个公子似的。当时啊属于衣帽年，什么叫衣帽年呢？人靠衣裳马靠鞍呢，西湖景配阳天，你穿什么衣裳什么打扮，这人一看，哦，这人穿得阔气，说话都不一样，哎，穿得阔气怎么样啊？你看这人穿的，门口上那些个门牌的警卫都没人敢阻拦他，光明正大他就进来了。进到了大名府里，问了一问大名府衙在哪儿，来到了府衙门口，说我要找你们的三班都头一枝花蔡庆。不多时，蔡庆打府衙里面出来了，一见是石秀，深施了一礼，大哥您好。石秀说啊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找一个清静之所。一枝花蔡庆这就明白了，找了一家酒馆，跟那个酒馆的掌柜的说，这是我自家的哥哥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座位。这酒馆的掌柜的也明白呀，找了一个雅间，门一关，俩人酒菜摆好了。这就问了，一枝花就问他们，哥哥您从哪儿来呀？石秀也不隐瞒，我打梁山而来。
一枝花蔡青一听这句话，从椅子上蹭蹦差点蹦起来。什么？哥哥，莫非说您已投了梁山了吗？兄弟，我在梁山已经很多年了。哥哥这次到大明府有何贵干？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为那玉麒麟卢俊义而来。哥哥就是您一人而来吗？哈哈哈哈，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梁山的众英雄已经把你们这小小的大明府团团的围住，就像你们这大明府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已插翅难逃。一枝花蔡庆闻听此言，哎，其实这个蔡庆啊，咱前面说过，这人是一个好人，他和他哥哥蔡福当年还救过这个卢俊义，这俩是好人。那哥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兄弟，我找你只有两件事需要你办。第一件事，我们既然要救卢俊义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卢员外父子不能少一根汗毛，你能做到否？哥哥，这您放心。二一点，我需要在大明府里找一个栖身之所。嗨，那就更没问题了，你住到我们家。哎，不，给我找一间客店，而且要大一点，不止我一个人住，经常会有很多人来住，来往自由一些。一枝花蔡青说啊，那这也没问题。好，如果你这两件事都可以完成，我禀明我家军师，待等我们救走了卢员外，我们定有重谢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一枝花蔡青苦笑了一声，等你们救走了卢员外，那我们在大明府，我们兄弟俩人在大明府这日子也就算画上了句号了。大明府是待不了了，上哪儿去呢？只能上梁山了，这就叫做逼上梁山。说到这儿，两个人端起酒杯来，哥哥，我敬您一杯。两个人喝了一杯酒，石秀又说了，兄弟，今天这顿饭算哥哥我请的。一枝花蔡庆听见这句话，嘿，这回倒更瓷实了。为什么呀？大明府的官员三班的都头吃了梁山泽寇请的饭，这回说都说不清楚了。吃完了饭以后啊，他们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天元客栈。掌柜的非常客气，人家三班都头到门口就看见了，哎呦呦呦，都头都头，您请进请进，今天有何贵干呢？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这位啊是神州府的石都头，上咱这儿来办案。虽然现在咱们大明府不安生，但是咱们大明府也有个交代，不能怠慢了人家。人家这个老板他可明白事儿啊，哦，咱们这儿地方长官都交代过了，那肯定不能怠慢了。上房收拾好了，这倒不忙，住哪儿不要紧，我呀不是一个人来，我们乔装改扮好几个人陆陆续续还要来，所以你要给我把房间留足了，而且我们吃什么用什么银两我们会给你足。哎，这不要紧，这不要紧，都把石秀安排好了。一枝花蔡庆，哥哥，我要告辞了，我得先回趟衙门。兄弟，好好好，你回衙门有什么事情你要及时的通知我。哥哥，这您放心，而且我得给您一个火牌。火牌是什么呀？就跟通行证一样，木头的火牌，给您一个火牌，您出入方便。好，兄弟，有什么事你得及时的通知我。告辞之后，一枝花蔡庆回到了衙门，到了衙门换好了衙役的服装，往大堂上一站，这个时候已经点了他三卯了。这个点了三卯是什么概念啊？三卯不到这就杀头了。可是呢，大老爷跟他私交不错，
就瞪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大佬叫王龙，跟他私交非常好，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也没说别的。大佬爷开言道：“今天召集众将来，有一事宣布。太尉高俅传下旨意，要让我们大名府啊查办卢俊义。卢俊义要在大名府开刀问斩，因为他私通水泊梁山反贼，要在这儿开刀问斩。上一次杀卢俊义是假的，那是因为要捉浪子燕青。这一次杀卢俊义，这是真的，证据确凿。上一次杀卢俊义，百姓不许开门，佃户不许开张，这一次如是。上一次不许百姓参观，不许围观看，这一次可以看。但是有但是的转折，大名府梁中书已经得到线报，水泊梁山贼人已经混入我大名府，要劫牢反狱，营救卢俊义。如果双方交手伤及无辜，概不负责。刀枪无眼呐，这波跟那波打起来了，谁知道谁对谁呀？杀错了不管，你爱看你看你的，不管。哎，杀死了我们也不负责，是残废了，对吧？不管。什么时候开刀问斩呢？后天中午，地点在哪儿呢？鼓楼大街。这个消息传达完了以后就散会了，散会完了以后，一枝花蔡庆告诉了衙役，我出去一趟，又来到了天元客栈，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就告诉了拼命三郎石秀。石秀不敢怠慢，赶紧出城来到了十三里，怎么来怎么去，怎么去怎么来，告诉了军师吴用。吴用非常高兴啊，回到水泊梁山给你记大功一件。石秀说：“光记功没用啊，现在是营救卢员外要紧呢、啊，而且我这临出城的时候，人家那告示都贴上了，墙上都贴上告示了。后天中午开刀问斩，那告示人都写上了。”军师首撵吴须玉，这不要紧，他的告示是大名府贴的。咱们这么着，咱贴水泊梁山的告示，水泊梁山也要贴告示。对，咱贴水泊梁山的告示，告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共有十几张，让兵官所杨雄、拼命三郎石秀、古上早、石谦他们几个人贴，还有李衮他们几四个人贴，让这四个人潜伏回大名府。十三里这会儿是十三里这个地儿谁在呢？军师吴用还有李逵他们俩在这留守。李逵很不愿意，李逵也想上大名府去啊，可是军师吴用没让他去。这四个人趁着夜色就回到了大名府，到了大名府这儿啊，已经快关城门了。这时候那个火牌就管用了，往城头上一举，一看有火牌，知道自己人呢，就给放进去了。放进去之后啊，他们就来到了天元客栈。到了这个天元客栈呢，掌柜的迎出来了，一看，哦，这都是乔装改扮好的官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他看见石谦了。石谦的模样，皮包骨头，穿在那破衣裳，以为乔装改扮呢。几个人来到了客房之内啊，二话没说，倒头就睡。到了二更天，四个人起来了，兵官所杨雄和石秀，他们两个人往东边贴；石谦啊，他们两个人和李衮俩人往西边贴。只要是有这个官府的这个告示，旁边就有一张水泊梁山的告示，得让老百姓知道水泊梁山来人了，要救卢俊义。啪贴一张，啪贴一张。石仙他们一会儿贴一张，一会儿贴一张，一会儿贴一张，贴来贴去，贴去贴来。
这就贴到了一个特别宏伟的建筑这儿，建筑上写着三个大字“中书府”。石仙一看，嗯，这是中书府啊，我的酒壶是不是会在这个中书府里啊？他跟那个李衮商量，兄弟，咱俩跳进去看看，是不是我的酒壶在这中书府里了？李衮说，这不，我还差一张没贴呢，这差一张这怎么办？石仙说，那不要紧呢，咱就把这一张贴在这中书府里不就得了吗？石仙要把这张贴在中书府里，他要夜看。